孩子度过快乐的暑假，在中和区公所及新北市议员邱逢尧的支持下，连续19年每年暑假都会举办中和行光电影院，受到亲子们的热烈欢迎。今年暑假再度精心挑选年度热门的四部动画电影，海洋奇缘、送子鸟、欢乐好声音与真人版的美女与野兽，希望透过夏日电影欣赏，创造亲子不同的夏日回忆，希望全家总动员，一同在星光下看电影。那今年已经是我们中和区连续第19年来办理这个活动，那深受我们区民的市民的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期待跟喜爱。那今年还是一样热情的邀请大家一同来参与。而支持活动的新北市议员邱逢尧也表示，邀请大家踊跃参加星光电影院活动，希望透过电影院活动拉近亲子间的距离，也充实学生们的暑期生活。那我们一连有办了连续办四个礼拜，每个周六的晚上6点开始，有一连串的一个动画影片呢，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小朋友、所有的家长带着我们最心爱的孩子们哈，来中和星光电影院来收看我们一连串四部的一个动画影片。2017中和星光电影院将在7月22号晚上7点在中和国中礼堂播放《海洋奇缘》，7月29号晚上在中和民众活动中心播放《欢乐好声音》，8月5号晚上7点在秀山国小篮球场播放《送子鸟》，8月12号晚上7点在前国防管理学院中正堂播放真人版《美女与野兽》。活动完全免费，还有限量的饼干与大家分享，欢迎大小朋友踊跃参加，共度暑期欢乐时光。中嘉新闻吴佩珊、赵世渊综合报道。